同志们，由于特色党刘正主义路线错了，一切都错了，没了路线，没了方向，中国现在有信仰，中国的党的人有爱国家爱人民的吗？都是爱钱的，同志们，钱中国是个空架，被贪官挖空了。赵哥，那个咱家我先别收了。共产党也没钱，别说两分钱，钱都在贪官的手中。你们大家要爱钱呐、啊，他没饭吃了，都自然而然的学坏了，成为贪官的狗奴才。贪官腐蚀资本主义，颠覆国家政权卖命。同志们，政治是统帅，是灵魂，是方向，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列毛主义，用政治的头脑武装自己，要放下个人国心国家，要大胆的赶一把特色党攻下台，只有大胆的消灭敌人，才能保护自己。不敢大胆的消灭特色党的人，就是保护特色党，等于消灭自己。下起若干年之后，中国的经济崩溃了，银行倒闭了，贪官特色党，老子小姐跑到外国去了。你考得好你还笑，尤其你们女的还笑，你们女的还有权利吗？